因为现在不管任何的事情，不管你做生意，你要选址，你要宣传地方，你要卖你的农产品，都需要什么？都要透过网络。所以课程特别邀请在社群网站拥有破百万的粉丝团经营者授课，传授粉丝团经营用处及如何增加粉丝的概念。网络这个行销以后啊，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，帮助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部落的这些特色，让全世界都知道说这一块美丽的土地居住了这么多美丽的善良的人。课程吸引近20名来自乡内各部落的干部及农民共同参加。主人表示，过去都有在社群网站上贴文，但并未用心经营。本身食品部落是有在 po 固定例行性的，但是这段时间就比较没有在 po。那透过这个机会，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进步，然后也可以去推广任何我们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东西，无论是农产品啊，然后教育啊，然后文史都好，这样。竹崎乡公所近年努力推动农业发展，并持续办理农民学堂，希望提升农民的技术，也希望借着网络媒体的便利性，让消费者直接在网络平台认识竹崎乡的小农。原视新闻法务了花莲竹崎采访报道。